干了啦，你来干什么啦？北台湾这样，我这还帮我拍死你。哎、欸，他们说有这次有安排公关要出道，你知道是谁吗？不知道啊。有鱿鱼吗，老板？有鱿鱼吗？这边两个，这边一个留言点赞。哈这次比较好，那个你觉得也可以吗？